呢最后一次进攻啊，雷霆要掌控节奏。刚才有网友问了，说拜纳姆有没有机会拿这个进步最快奖啊？您忘了今年有一个人叫林书豪吗？快点速度开伊巴卡，伊巴卡压哨命中，漂亮！算了。好，随着伊巴卡的压哨命中呢，上半场比赛结束，湖人队是49-44，暂时领先着5分。啊，比赛呢是半场结束，湖人队暂时领先着5分。应该说，从一开始湖人队这种气势来看，确实。